个相当于一个咱们改进过以后的一个基本。那么那个就是实际操作活动当中的一个操作课，出现要么非常多的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呢，就是咱们无线遥控器操纵器的一个接收方式。通过这个它的传递出来，然后呢，可以达到两百米。遥控器的投放力呢，可以达到两百米。It can reach 200 meters. The remote control. 那你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呢，咱们南湖畔的这个机构。这个现在在咱们国土来说，音是最棒的。This kind of economic engine has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China。然后这个叫的电动化导，电动自动化导。这一共都是项目的自动化导的高频电动化导。Cross carriage for electric mining and transport。这个最主要的是咱的这个现在一个投入，它的实现的话呢。所有的咱都采用的比较高档的，后一部分呢就是咱这个在农村发展以后建立的纯新的化工厂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地位哈，在这个上面。